了一个外卖，溜肉段，烧茄子，番茄炒蛋，手撕包菜，点了三个这个酒酿馒头，大概就是发酵方式不一样，就是馍。嗯，很香。嗯，牛肉段，肉还挺多的。我们最近吃饭时间都不太一样。这家还行哈，这家是那个新白鹿餐厅。这家菜咸淡味儿刚好，够了。行，你吃完吧，还有一个馍呢。番茄炒蛋你不吃吗？番茄炒蛋这个番茄太大了，而且这个茄子不是特别油。打游戏，不是我吃的快，是他吃的太慢了，他基本上就是吃着玩着。这馒头很有嚼劲，而且里面这个组织还特别松。很筋道。你喝可乐还是？我还没怎么想起你。这米饭估计吃不完。那给你吧。不然是吧，那红薯太顶饱了。你吃哪个最好吃？他们哪个最好吃？他吃的是馍，你吃馍吧，你菜也不用吃了。我好撑啊，那烤红肉就是太腻，还硬啊，而且那味儿还可以。嗯，因为瘦肉都比较硬，有点齁甜。还行吧，这不算齁甜。那只能算有点甜，你就是不好吃番茄炒鸡蛋，还是离你太远，也懒得倒啊，撑死我了。吃饱了吗你？
都吃了两口。胡尔多佛，我不叫你吃，然后还胡尔佛顶，你吃哪个我顶着哪个看。谁说的？不是撑死了，你再吃点呗。我也很撑啊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见。